小二黄，看这姿势，哎，这姿势有点辣眼睛啊。这点个地还得摆一个 pose， 还得小腿蹬着人家，蹬人胳膊肘上。他是犬瘟，犬瘟，然后治了多少天了？三姐，一个多月了。是一个多月了他？他每天需要点滴，然后都已经点了一个多月了。初一就给你，你看这姿势，看看，蹬着人家，这家怎么舒服怎么来的，小玩意儿，快好起来啊！看这个，找你了他，来，看，来，来，他找你呢，来，没事了，不打针了，我给你都没事，来，我看看这黄黄呢，找你呢，这个是大洋小院那个姐，小黄在他那呢，嗯，这一开始可厉害了他，他没有病之前他可厉害了，他嗷嗷叫唤呢。见着人完犊子了，现在走吧，跟你妈妈走吧，拜拜了，拜拜了。琉璃小动物救助站今天统一给这些救助的猫猫注射疫苗，看我们救助的猫猫们，今天统一给我